漂亮。6-3。这两盘球杨清顺打得开始有些焦灼了啊，不像一开始的话上手这么漂亮。这个9号球啊，切底带也确实有难度，位置不到。母球洗带，看看留给杨清顺有什么好机会。五号球的位置不太好，但是五号球呢倒是有机会可以带九球。先看看杨清顺的这个思路怎么来打。那这样的话，五号球呢，底带是有的。发力的低杆上去，再找五号球。加了一个左塞球，打得很滑，这球应该出来了。门上两颗星，这场比赛呢，虽然杨清顺从局分方面领先，但是胜负很难说啊。因为从马龙现在来看的话，只要能让他有机会的话，发挥还是很稳定的。而反观呢，杨清顺啊，第一呢，有可能击打的次数比较多，因为伴随而来击打多的失误就会多一些，在一些关键球的走位方面还是有些问题。但是无论如何呢，现在在比分方面他是有很大的优势的。7-3了，又是领先了四盘球。如果这个比赛打到了9-3或4的话，那么基本上杨清顺赢球的希望就很大了。所以接下来的两盘球，是对于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杨清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，好好发挥。这个确实是很有希望。
就是千万不能让马龙呢有更多上台的机会，因为现在看起来马龙的表现也并不算差，只要让他上台的话一般也都能拿得下来。运气不错啊，这个球一号球就在母球的旁边，用八号球来做一记障碍球。双方的这个翘板拿错了。啊，这个球的话两颗三颗星可以解到球，但是同怕解完之后要有机会啊。你看到杨清顺呢现在正在找这个角度，两颗星直接挂到，好球，反做了一根。这个球解起来并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对于马龙来说解完之后留下中带大片的空档啊。不错，双方的这几杆防守大战啊很经典，就是继续拿七分球阻挡成功，这个球一颗星就可以解到。要跳球了，好球，漂亮，高难度解决这个难点球。
哦，这个球，三号球和九号球的关联很不错啊。关键是要看看母球能不能走到这个位，但应该问题不大，这个角度也还好。先看这个球切进去的质量怎么样吧。加了一个左塞。